什么情况？我要去瞧瞧。大人，该走了。还有一些财物辎重没收好，大人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好吧，让那些贱民在前面帮我们挡着，在他们死光之前，走，兵发玉水。 是吧？我们从复魂牢旁引走的妖魔，当初若再坚持一点，让刘圣公带村人们到玉水去，或许不至于如此。我们该劝的也都劝了，而他也早已带兵走了，谁料得到会有妖魔袭村呢？ 说的是，妈，你们说的是那个面貌阴沉的小胖子吗？大王见过，他刚刚还在的，他还说了，让那群贱民在前面挡着，他们好逃跑。哼，此人着实无耻。 圣公将军是在首平应允过的，此时却说要暂缓出兵，休该如何向弟兄们交代？
将军有令，大典未成，兵马不发。如今我等向中原进发，莽贼近在咫尺。将军临阵却步，又如何能使军民臣服？偏将军，属下也莫可奈何。您请回吧。罢了，多说无益。让你们见笑了。文殊一心为民，何须担心他人笑话？子胥教训的事，受教了。不敢不敢。文殊是否听过绿衣女子的传闻？略有耳闻。我们正在追查她的下落，不日便要北上。不知北边的战况如何，是否会影响通行？若是如此，诸位不妨与我军同行。我军正往昆阳进发，如无意外，先锋应已抵达向河关。确实，若能与你同行，要过关口也较为容易。有子胥相助，我军必能势如破竹。道士博生如今驻守蔡阳，得通知他来御水一趟，向圣公将军道贺。若诸位得空，希望能帮我传个信。不是大事，没问题的。说起博生，蔡阳眼下应是安定许多。除了妖魔恼人之外，不过这倒是其次。此话怎说？日前接获一些线报，只说兄长有意颠覆圣公将军，自立为王。但他肯定不是会有此念头的人。文殊这么说，是觉得有人有意放出这番谣言了。正是。只是这事情也不好大张旗鼓的调查。或许我们可以稍加探听。有劳了。那么向河关再见。一言为定。还是禀告将军好了。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传闻。绿林军毕竟是各方豪强组成，各有各的野心。若只是流言，倒还好处理。就怕是离间计。这事情可得好好提醒博生。慢着，谁啊？这可不能瞎晃的。太师子胥受文殊将军所托，有要事通报。博生将军不在。是御水那位一人杀光妖魔的英雄啊。是我有眼无珠，失礼了。前日蔡阳附近出现贼寇，将军正外出巡查，应当在南方的树林附近。明白，多谢兄弟。不过是些流民贼寇，将军单枪匹马上阵也是有点鲁莽，这小辈怕是还得练练。哎，大王别这么说，博生向来是这样。当初在御水，他也差点就要亲自解决头狼了。后来阿修就自告奋勇代替博生将军，听起来是个猛将呢。确实是。赶紧揪住他！才一阵子没见太史兄弟，身边竟就跟着一位美人了，怎么有空来咱们蔡阳这小地方？文殊托我来通知你，
要记得到御水祝贺圣公将军登基。也听闻蔡阳近日不太安稳，特来提醒。又是文书多虑了吧？我志军和他不同，不太在意流言耳语，无怪他会担心。你回去和他说，刘伯生自有办法。伯生将军，当心！有状况。谁派你来的？你，伯生将军伤势不浅，要不先回蔡阳治疗吧。啊，这人是当初在鹿林山遇见的士兵。伯生，我曾在鹿林山见过此人，他是圣公将军麾下士兵。我明白了，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吧。事关重大，或许绿林军遭人渗透，为何不继续追究？总是会有这种事儿。无论如何，我自有打算。若有什么事，我们可以帮上将军的。不如再助我一次吧。伯生但说便是。替我到御水去，提醒下刘季那小子，请他好好处理送给圣公的贺礼，也和他说下刺客的事情，要他多留一点。没问题。告辞。伯生将军为何要袒护刺客？若他真是圣公将军遣来的人，那不就糟了？但要只是那刺客故意为之，贸然行动反而坏事。刺客受了王莽军的收买，也不无可能。要这么说，不就更应该查得彻底？或许伯生将军自有打算吧。小鬼们！大王，怎么了？别妄加揣测管不着的事情。哎，说的是，但毕竟文殊、伯生二人曾助我良多。多少还是会担心呢。子旭，记得你去蔡阳找伯生将军了，事情如何？伯生说，请你准备进献给圣公将军的贺礼，然后调查一下军中有无生人混入。贺礼没问题，但调查军中是为了……我们在蔡阳遇上刺客。什么？那人似乎来自圣公将军麾下，绿林军可能已遭渗透，只是人都死了。伯生似乎也无意追究。这事严重得很，怎能不追究？将军不查，是担心惊扰圣公将军。这事儿由我来办。有什么我们能帮上忙的地方吗？这事儿你们不好处理，
我来便行。不过若有空闲，不知能否助我处理送给圣公将军的贺礼？没问题，你便说吧。我日前找了将军的厨师陈瑟帮忙，要他替咱们做些料理送去。贺礼竟是送料理？是啊，圣公将军素来爱吃山珍海味。我看陈瑟正日在河边苦恼，该如何搜罗食材，就请你们搭把手了。调查有个结果后，再告诉你们状况。嗯，有劳你了。没想到要送给将军的是料理，不晓得会是什么菜色啊？要进献给将军，肯定不会太马虎的，说不准还有什么特殊的食材。哎，等等，别做傻事啊！我只是只是想抓个鱼而已，吓着你们了。三位是？啊，我们受刘将军所托，来替你张罗食材。有什么需要的就告诉我们，别再自己跳进河里了。哎，我还想着别给将军添麻烦，没想到他直接请人来了。哎，我呀，光是处理肉类就忙昏头了。可否替我采回上头的野菜？嗯，交给我们吧。温酒、葵菜、紫姜。都是些常见的野菜，也许村外便有。嗯，赶紧采完带回去给他吧。如果帮了那个厨师，我们应当也能尝上几口吧。哦，但是阿兄可要好好记得那味道。会的，到时候一沾手艺做给香儿吃。小鬼也懂料理？嗯，坐下去就懂了。这我可不敢吃。陈兄，都带回来了。啊，多谢你们。哎，这些东西加进去，料理才算完成。陈兄做的是什么呀？可真香。腐制羔羊用的呀，可是周礼古法，先微烤后用大釜炖煮。不多说，待会儿请你们吃上几口。来试试。这可真好喝，羔羊肉也炖得恰到好处，真是厉害。太好了太好了，这样一来啊，肯定就能进献给圣上了。哎，狗儿看起来也想吃呢。这小毛头就爱吃我煮的肉羹，回头再给他吃些。我把肉羹带到圣上府邸，咱们就在那儿碰头吧。那肉羹可真是好吃，口齿留香。刘将军的眼光挺不错的，找到陈兄做厨子，圣公将军肯定会喜欢。看阿兄在那吃的津津。哎，你们和刘将军真是我的大贵人呐！方才我可被圣上封了中郎将呢。这肉羹竟好吃到让你做了官？哎呀，是啊，真是吓了我一跳。只是圣上又出了个难题给我，若你们能再帮帮我，那就太好了。他要你做什么？小兄弟可有听过山王骨肉汤？未曾。那既是羹汤，也是药膳，其中最精华的在于山王，也就是狼妖。狼妖入菜，能吃吗？哎呀，那可好吃了！人们以为精怪之肉坚韧难食，其实啊是用错了方法。那么，这次就是要帮你猎头狼妖来了？是啊，
毕竟危险，哎，我也不会白白亏待你们的。方才圣上的赏钱肯定分些给你们。好，你就在这儿等我们吧。这次还要求一道特殊的药膳，圣宫将军估计是真的挑嘴。山王骨肉汤，我也没听说过。吉鹏大王吃过精怪的肉吗？啊！本大王才不吃那类小妖，小妖吃了肯定会闹肚子。休要！你们动作可真是快啊。你要的狼肉狼骨拿去吧。多亏了刘将军的食谱，等结束后可得好好向他致谢。不如你们先到刘将军那儿等我吧，让你们在这儿哭等也不好。确实可以呢，我们也还有点事情要问问他。嗯，就这么办。陈兄赶紧进去做菜吧，免得圣宫将军生气了。得好好处理。刘将军，抱歉，在想些事情，没发现你们。刺客一事调查的还顺利吗？有个底了，这事情我会替博生将军办好。倒是陈瑟那儿，将军，将军，多亏了你的食谱，我呀又被封为骑都尉了。圣上说日后的膳食都由我主责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我正巧有些事要请你帮忙。行，我陈瑟这条命就献给绿林军了。我先和子胥谈完，请你稍等啊。圣宫将军真那么喜欢陈瑟的菜呀？谁知道，至少这么做咱们和圣宫将军的关系也能拉近一些，这样事情就好办了。确实是如此。子胥，可否最后再麻烦你一事？我听闻圣宫将军也喜爱先知熬制的汤品，打算让陈瑟试试。搜集完后直接到灶房给他变形。没问题，这次可以让我们也喝上几碗了吧。这事无妨，我会再和他说的，就麻烦你了。真没想到陈兄就这样平步青云了。哼，圣宫将军就只对我们苛刻。下次就学到了，有求于圣宫将军，先送他一锅肉羹，一锅不够就送他两锅。哼，他也得要肉羹做得好吃才行。啊，狗儿。等等，香儿，先别过去。不行，死了。他的死状不太对劲，得好好查一下。羹汤的味道感觉并无问题，只是野狗嘴边确实沾着羹汤，
陈兄这次也给了狗儿吃？看来是的。这些药草虽有疗效，但若用量不对，就会是剧毒。陈兄与野菜药草不熟，恐怕是加了进去。是羹汤的食谱，看来也是刘季给的。药草的用量确实过多，他只是照着做了而已。陈兄怕是去告发刘将军了，我们赶紧走。哎呦，疼疼疼疼！哎呀，真是，也不轻点力，就这样把人甩的。哎呦，看什么？赶紧走啊！刘季被抓，得快些和博生兄说。要是牵连他们两兄弟，那可就糟糕。包了。刘将军他会怎么样？只怕是凶多吉少了，以下犯上，绝不可能安然无恙。嗯，臣色已供出他，圣公将军肯定不会轻言放过。要是牵连到文说和博生，只能相信博生有办法化解了。那还能怎么化解呢？博生，大事不好。哎，太史兄弟，怎如此着急？是刘季，他想谋害圣公将军，事迹败露给捉了。哎，这天还是到了呀。趁着圣公将军还未追究，不如先逃吧，和文叔碰头。这么做，不就反而落人口实了吗？太史兄弟，这事儿既然发生了，我刘伯生就是得扛下来呀。想想，是我治军无方，没发觉兄弟们不开心。伯生，大局为重，绿林军不能少了你。严重了，太史兄弟，成事不为我一人，领军打仗更不是非我不可。但要想劝圣公饶过刘季，那可能真得由我出马才行了。话虽如此，哎呀，你也真是固执透顶。我与圣公共事良久，他的脾性我怎不知？这此事我来处理即可。抱歉呐，琐事甚多，拖延了你，多谢你这一路的帮忙。哎，博生兄别这么说，你与文叔才是助我良多，还请你要特别当心。这是当然，告辞。夏阳中郎将，兰阳尉起都尉，兰阳头千户侯，万户侯关内侯。
了。